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，我是夏天，我华姐。上一集我们说到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美丽的丽江，然后在这里呢也找了一个我们非常满意的一个客栈，我们包了一个月啊，对，然后要好好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城市，对，很安逸很舒服的一个城市。嗯，那么我们其实今天这个视频离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隔了几天了啊，因为我们到了这边以后，这边也属于雨季，对，也天天下雨，我俩连客栈都很少出来，就是到去逛一下超市，其他哪地方都没有逛。嗯，总想等着一个天晴的日子带大家去转一转这个丽江古城来着。对，连着下雨，然后就今天还是个阴天，但是没下雨，我们就赶紧出来转一转，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去逛丽江古城呢。哎，我们，哎呦，你摆 pose 呢吗？哎，我们这条小巷子一出来以后，啊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它的那个入口。朋友们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要进入丽江古城啊，它要看两个码，一个是你的行程码，一个是你的健康码。对，这两个码都是绿色的话，你就可以进来了啊。啊，鲜花饼，云南的特产。学生套啊，因为正好是哦，刚做出来的，这一块钱一个吗？对对。那我们出来的时候买吧。行啊，嗯啊，看着还不错，嗯，挺好吃的。哇，华华，看酒吧，哇，好喜欢这种感觉的酒吧啊。嗯，咱们哪天出来专门逛逛酒吧吧？哪天晚上？嗯。啊，好喜欢这种地方。真的有个酒吧一条街，到时候我们去看看。好嘞。找个喝酒的好地方。嗯，感受一下丽江夜景酒吧的感觉。去偶遇一下。偶遇一下，好，你一说偶遇，估计有好多朋友要来偶遇了。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，又名大研镇，坐落在丽江坝中部，地处云贵高原。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，面积为7.279平方公里。丽江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是中国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。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，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。家家门前绕水流，户户屋后垂杨柳，石拱桥流水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构成了丽江独特的风景。怀着悠闲之心，跟着自己的感觉，信步走在丽江古城，犹如置身于古建筑的画卷之中。遇见在丽江，遇见你的路上，那些心灵的流浪，回忆忧伤的过往，那些美妙的歌唱，带我飘向了远方，自在欢喜的天堂，菩萨就在身旁。丽江绿龙的苍茫，古镇上青砖的方向，问碧海蔚蓝的模样。丽江自在的禅堂，自心中不变的信仰，化作梵音袅袅飞扬。遇见丽江，遇见生命的希望，邂逅浪漫的苍阳，亲吻七彩的太阳。嗯，这里就是少数民族服装可以拍照的。嗯，好漂亮啊。嗯，哇，太喜欢这里了，看好漂亮，这花好美。哇，这家店门口好多的多肉啊，嗯，特别漂亮，还有这种垂着的，是吧？嗯，像个很大的盆景，看，太漂亮了。看这家店，在那个墙壁外面弄的也全部都是多肉，那一小盆一小盆了，哇，好好看啊。哎，我们今天运气很好，连下了好几天的雨了。对，你看今天居然有蓝天白云，太漂亮了。嗯，好看，而且今天明显游客啊比我们进来的那一天多很多。我们进来的那一天以后基本上没有看到游客啊，广场感觉。对，看到吗朋友们，
在这种古镇里啊，你随便走到一处角落都是非常美的，像画一样。嗯，而且走在这里面人就感觉非常的那种安静安逸。对，就是你能把所有的那种琐事烦恼好像都抛出于脑后。对，随便的一个景就会把你的思绪拉飞了。就对，然后就想静静的，就是眼睛看着这一切，放空自己的感觉。嗯，啊，真的很舒服，这就是我俩特别喜欢古镇的原因。感觉太好。哇，你看对面这一面墙做的全都是那种铃铛，好看。嗯，很好看啊。小桥流水，太漂亮了。咦，真乖。安的这么可爱。好可爱。小柯基肉乎乎的。它太可爱了。在这个小河边有个这样的咖啡馆，哇，好宁静的感觉，坐到这儿觉得就可以属于那种发愣儿出神，很享受的状态。啊，这个店里有好多的这种小饰品，很漂亮啊。啊，这就是小风铃，小运城吧。嗯，它这种风铃挺好看啊。嗯，啊，琳琅满目的小饰品。啊，看这家店，这是香包吗？哦，哇，这一进来就有很多的那种味儿了。这是中药吗？中草药，都是中草药的啊。哎，对，都有很浓重的。哦，这上面写的有中草药香囊。哟，这是个假人啊。我都没注意。啊，好可爱啊。哎，然后在这磨的。哦，这是薰衣草，是不是？对。看朋友们，走着走着乌云过来了，感觉过会儿有可能又要下雨了。哇，这有一个蜡像馆。哎，啊，我们到这个蜡像馆里看一看啊。啊，看一下这两个也。你要往里面唱吗？里面都是蜡像馆的服装吧？这个也是蜡像。我看一看，真的，他的这个面部表情，看，胡须做的都好逼真啊。现在我们最爱跑商店，就去里面参观。哎，皮肤觉得做的好真啊。嗯，你看这脸部，就是呀，你看这皮肤，皮肤太好了。这都是假人的，都是假人，这都是假人。朋友们，刚刚太搞笑了。刚刚华姐坐那有椅子上休息一会儿，因为就在这个蜡像馆门口，然后我在拍他，然后旁边过来一个人也在拍他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都是假人。”是假人。啊，说他也是假人，然后华姐一顿把他吓一跳。啊，太逗了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网红的这个油纸伞街。看，啊，这整条街上方全部都是油纸伞，一直到头。啊，各种各样的。看，啊，这边专门卖民族乐器的，有很多的这种鼓，还有这种小的尤克里里，很好看啊。朋友们，已经开始滴雨点了，又要下了。嗯，然后这个丽江古城啊，非常非常大，它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想让你把每一条巷子都走一遍的感觉。对，每个小巷巷都好漂亮，好美。对，因为每一处啊都有很美的意境。嗯，就是，哎，太喜欢这种古镇的感觉了。嗯，我们每次一走到这种古镇里就不想出去。就是，很漂亮啊。嗯，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，你是记忆。